给我一千，好人。网上好评还挺多的，我看。它好可爱。是的，它可以打包的。啊。我觉得你比较好装，等一下，万一。我要拍个照发 Insta Story。你要吃下一片。你做淡了，他们会说不甜的，然后你做甜的，他们会说不甜的。哇，好完整啊！对，然后刚开始因为算不好量，他就会经常觉得，哎，今天少了，明天多了，然后现在就不同量，每天都要数，其实还蛮多浪费。因为像这种东西，这个东西我们基本上一天就不可以要了。准备去一下 SOHO 那家 Third Space。见个身，这个光打在这个叶子上，叶子透透的，然后随风摇曳，还挺漂亮的，很有氛围感。